识了灵魂才对抗时有歌欢迎大家回到嚟第十一场的 The Next Tony 张敬轩演唱会。之前谂住吓做五场可以唞两日，哇，好开心啊！点知今次我哋做十场可以唞四个月啊！首先要好多谢今晚入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，多谢你哋。按原定的呢，即之前我們停了，我們如果接回的話，今晚其實應該是我們尊貴的客戶 AIA 的各位的朋友的專場，多謝我們 AIA 的客戶，多謝各位。上面的朋友你們好嗎？ Hello Hello， 雖然我們今晚得五成多啲嘅觀眾入場，但係已經喺呢個時候係叫做 full house， 好多謝大家，多謝你哋支持我。我都唔係未試過半場 full house 嘅感覺啊！今晚喺呢度可以話係百感交集，因為短短嘅四個月時間，發生咗好多好多事。我諗我哋嘅身邊啦，我哋嘅香港。所以今晚我們可以再坐回在這裡，我真的懷著很感恩的心去努力去唱好今晚的每一首歌。我決定這十六場演唱會要每一場都當每一場這樣做。我不是說笑，我告訴你今晚有兩個嘉賓，其實都很灰的，大家來看我的嘛，是吧？大家看嘉賓很開心。我啲所有親戚朋友咧，都係問點啊？我嗰晚係邊個係嘉賓啊？我咪嘉賓咯，你嚟我咪嘉賓咯。姐姐，又係你啊？呢位朋友咧，每次都會整一啲咧，好配合紅磡呢一個主題嘅燈牌俾我。我想問中間色閃嗰嚿黃色嘅嘢係咩嚟？鐘啊，送個鐘俾我啊！紫砂的鐘啊！哇，你真係好嘢啊！上面有哦，啱好有十二個我扮 Mira 嘅樣。嗱，我想話，就憑你呢一份創意，我要回翻份禮俾你。我喺我私人嘅家屬票嗰度，我俾兩場尾場我飛你。山頂嗰位嘅，我哋工作人員幫我抹抹呢位老兄，同埋佢嗰個禮物咧，門口化咗佢得噶啦。係啊，睇完 show 之後去玻璃門嚇。係啊，唔好去咗嗰啲門啊，紅館個玻璃門 OK， 唔係其他地方依度附近嗰啲玻璃門嗰層。好，唉，真係好彩我咧百無禁忌，多謝你先。不過呢啲紫砂嘅禮物咧，一年收一次就夠啦。多謝，七月未到啊，因為好百無禁忌。今晚喺呢一度好開心，我啱放眼望落去，除咗一啲同我同齡嘅，有零零後啊，九零後嘅朋友咧，都有啲再後生啲嘅，六零後啊，七零後啊咁樣。我哋今次呢個演唱會好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每一個入嚟。聽我唱歌的朋友都可以有共鳴。